学习财富的知识。而这样一本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用的财富书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思维方式、思想方法，对吧？不是讲技术。我们避免在这里面讲技术的原因，就是说避免人们的风险，不要把人家误导到一个歧途上去。我们的主要目的呢，是除了不是为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得到更多的财富，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在财富这方面呢，在知识太缺乏了，我就要立志要做这件事情，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想，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富裕，在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强大？因为这个他们太多的财富知识和理念，每个人都在钻研这个事情，几千上万的人，对吧？很大很大的比例。而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想得到财富，有财富知识的人太少了。我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，我也读了很多书，大学研究生都读了，我后来才发现这些书呢对得到财富呢有用，但是用处极微。当你看到这本书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，我们路走错了，怎么样？ OK， 好。秋天这地方很漂亮的。Have you got your passport ready? Experience the world at
Karasaga, Mississauga's Festival of Cultures. Four new countries will showcase their cultures alongside 21 returning pavilions. For Karasaga.